张阿刚收的金蕉是送偌济吼去公会哈？我算看未？哦，一百，啊，这百五。好好好好。阿秀啊，啊，你哪会来哈？这是阮家的，我敢袂当来。既然来啊，有啥物话就好好讲嘛，哈。啊，哈哈哈！迄哦，碧玉啊，甲志冠因搁投资迄塑胶工厂啊，哎，听讲哦，收到迄落美国的订单哟，哈，哈哈哈！迄是因两个有够拍拼，才有这款的成绩。哎呦，迄第三查某囝哦，整到我啦！哎、欸，有迄做生意的脚空呢。啊，有头壳嘛，爱有资金啊。好家财，你有互因钱，要若无，哪有可能做甲成就即卖呢？安尼讲嘛是啦。我今仔来吼，是要讲正南分家的代志啊。啊，阿姨。走去找你斗啊！恁即马是安那？想要将正南全家伙啊，叫因搬搬出去。进前先叫我搬出去，啊，即马含你大汉后生，你也要甲轰出去啊？哎呦，冤枉哦，阿秀啊，你哪会安尼讲啊？哎，我才无甲你赶，是你家己讲哦，要搬出去住的哈。天地良心哦，是正南家己讲要搬家，伊早就我对青果社迄边去。伊去租土地种香蕉做因的会员，即马阁选条候补理事，是家己讲要出去做的哦。恁囝家己出去做，别人敢毋着讲闲话啊？讲到这我着气啦！外面的人哦，拢爱我甲正南哦，爸仔囝的关系切好断啦。讲正南哦，哪会用反背输出光辉，我靠清国合作社啦。讲我哦，饲鸟饲狗无地，啊无就趁即阵分家分本的啊，家产分三分，我一分，正南一分。阿秀，你是咧讲啥啊？你也要分一分？你迄份哦，你早就提起予配叫因翁仔某投资工厂啊啦，你搁要分？嗯，啊，迄毋才二十万尔，而且迄是毋是几啊年前的代志？啊，即几年咱到家产加偌济？你家己心内有数吗？无可能啦！你讲啥拢无效啦！我甲正南嘛袂分家啦，正中还阁细汉。是啊，阮无要分家哦、喔。啊，正南遐尼有本事，就许家己出去做。阮今朝了，阁继续跟落去。阿秀啊，啊恁叫是分家遮尔啊简单哟、喔，工人啦，出货啦。拖拉机的司机啦，迄拢爱吼，予伊现金呢。啊，这十几栋哦，咱买厝啦、土地啦，啊，搁咧立贷款啦，吼、哦，迄是要安怎分？啊，恁哦，若愿意付迄利息吼，咱才来分啦。而且这个月金少大出，啊，现金哦，真正存无偌济啊。我唔知影恁咧讲啥，讲啊这么复杂，非得我就是这句话。若是无钱，就袂用予正南全家伙也搬搬出去。啊，若是无钱哦，莫搬嘛。不，阿秀啊，阿秀啊。嗯，我着知影，正南找伊老母来做救兵，只是想袂到会遮尔啊赶紧。哎，阿秀啊，毋捌字啦，是有够烦的啦，即声好歹处理。你哦、喔，就敢那惊伊啦！凊彩讲一句话，当作性情来听。我哪有惊伊啦？我上惊就是你啦。那恁是咧派出你啥？我是惊小阿哦，安尼四界去斗啦，讲我欺负伊。到时阵哦，亲戚朋友打电话来问哦，烦就烦死哦。嗯，上好是安尼啦。我著看到时阵，你付伊偌济。唉，阿母，你哪会来啊？
嗯，我袂当来哦。啊，你来才袂晓讲话啊？我唔是这个意思啦。啊，你即个是安那？啊，头鬃啊乱七八糟，啊衫啊还穿啊里里格啦，是安那哟？哦，昨暝无睏好啦。你是这间厝上闲的人，你还阁睏无好？三顿唔免你传，厝内唔免你拼，啊？啊，囡仔你也无咧顾。你安尼敢有亲像做人先不孝啊？我唔是无爱照顾囡仔，秀英伊即摆囡仔吼，逐天甲玲玲跟条条啦，甲你也袂亲啊啦。你是讲我唔知吗？我真正是咧甲囡仔吼，拢互别人带，甲你也袂亲啊。你敢有亲像做老母的样？啊，佮有恁翁公提你无法的，无啊？啊，你即摆差不多是咧想啥？阿母。你都唔知啊，真正你才是真正足超过的。伊大家都无爱转来，转来就三更半暝啊。而且伊，你要伫厝家饲查某啦。哎，查甫人为着事业哦，伫外口咧打拼，咱查某人伫咧厝，都爱将大细项代志，老的细汉的拢按来好，安尼唔才是一家人。啊，才像你安尼啦。无人无理啦，哈！啊，一天到晚咧乌白想遐有诶无诶啦。你安尼是要安怎分家？是要安怎还家啊？阿母，刚才是要分家。我看这办事应该是差不多啦。真正要分家？是安怎分啊？这毋是当个好势好势？分家什么好处啦？这么大的代志，竟然嘛无会甲我参详，伊拢唔知影这件代志对我甲囡仔影响有偌大。阿母，你来啊？系啊。啊，你甲伊讲了未？讲啊。因是希望吼，你会当跑出去，啊分家吼，啊袂咧。不动产哦，是卖分哦，这我同意啦。啊，不过现金哦，爱先分分的啦。我手头无资金啦，啊，遐厝税贷款哦，是咩啦？啊，你手头无资金，啊，你即马要出去做，啊，敢毋是加了钱？搁再讲啦，恁某嘛无想要搬，而且即马分家吼，嘛不一定对你较有利。我看还是刷刷去啊。你宝珠，你是捌啥啦？刚刚是要打这间厝，大家往遐洗洗面哦。恁大家拢给我洗面，敢有差？好啊啦，恁两个阿公这少年，阿公话就这歹听，无恁两个是有啥物冤仇啊？这后摆是要安怎做伙安尼奋斗，甲家家的甲事业？阿母啊，这是阮翁阿母代，你莫管啦。啊，分家吼是因逼的啦。我运作这么久啊。伫青歌合作社吼，嘛有淡薄仔成就，我哪可以安尼就放弃啦？啊，搁再讲啦，啊，即摆分家吼，我嘛是分家啦，啊，较慢分哦，我嘛无得卡个分啊济啦。国贵不容易啊，你敢毋是应该徛搁较济？而且吼，这今朝出口的生意，应该还搁有几啊年通赚啊？阿母啊，这间厝的销吼是彩琴在管的啦。啊！伊要哪唱钱哦？我是无了解啦。啊，不过哦，厝里第十头，我才知影，伊唱五条黄金啦。牵牵小手的面容，该好好牵你的手，不舍让你孤单寂寞。我只想深深拥抱。